Kylie。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你，志玲，永远你终生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是，已经有女朋友啊？怎讲的？我无女朋友啊。张映星啊，啊，伊不是，伊青梅竹马，感情真好的女朋友。你误会啊，伊只是我的老厝边，即马是我的好同事，都干那呢？我对伊一点仔意思拢无啊。一直以来，我介意人干你一个。自大学时阵，伫公车拄着你以后。我都一直介意你到即马，敢真实？当然是真实的。迄种介意一个人的感觉，连我家己拢唔敢相信。对你的心，我唔捌改变过。每一次只要看到你，那种喜欢你的心，那种感觉，都愈来愈深。也不过就因为太过喜欢你啊，我自己又没什么经验，所以我才把你愈杀愈远。就参照这次，我本来要等我完成一个大 case， 等我更有能力。我就要向你正式告白，结果，佫差一点嘛，害我家己破坏。啊，不过，你敢不是上映星永生花？佮佮伊讲，你是要送予上心爱人。你误会啊，迄花本来就是要送予你的，我只是请映星替我拣。上能代表我心意的花，毕竟查甫囡仔较了解。伊嘛甲我讲，一般的玫瑰花太过普通，所以伊才替我拣永生花，因为那是代表永远不变的爱。也不过我感觉，你可能不是真介意。无啦，相公啊，相公无介意啊，是卡片顶面写讲。送给赵英新小姐啊！我就是讲，你是要送给伊，然后你要跟我讲真重要代志，就是，哎，我替恁筹备。哎呀，你哪安尼想啦？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英新老爷名和花店的人叫伊送花过来，啊，所以伊才安尼写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哎，无怪迄天我去办公室找你的时阵，阿姨秘书在暗示我这个代志。哦，这最近身体怎么那么大条？你想要倒位去？原来你不是一出门就变成路痴，你在爱情的世界里底嘛是点来点迷路。也不过，你比我勇敢一百倍，一千倍。你敢知啊？我哪敢讲，你去河堤公园等我时阵，我心内偌欢喜。那时阵我心内的感觉就是，我赢得了全世界。